你好，我是Siu Chong，无中生有的创办人。无中生有在18个月举办了313场的 online 营销和文案攻略的分享会，目的是想要了解圆窝、罗佛、工程人到底是怎么做 online 事业的，还有我们也培训了超过3000人怎样去做好文案，还有做 online 以及是 Facebook marketing 的广告。生命中最大的挑战呢，就是没有一个 proven 的 formula 怎样去做好 online 营销，还有怎样去写好可以影响人成交的文案。那在不停的练习跟大数据提供给我们之下呢，终于我们找到了这一个答案。今天呢，最大的成就除了当然就是一些基本创业的精神之外，最大成就还是要归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了。它可以让我们最短时间内把我们整个 idea spread 给整个国家。是的，这个是已经证实做得到的事情。如果想成为一个企业家，我个人觉得第一就是不要一直给自己很多的借口，再一次相信，很单纯的再去行动多一次。我是Siu Chong，我是100MIYE。